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是2020年9月26号，星期六，农历是8月初10。下个星期四呢，就是农历8月15，中秋节了。啊，那么希望大家多念经，多吃素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师傅，请帮我选个名字。81年属猴的，女的。81年属猴的是吧？12个名字。好，讲吧。12个名字，选名字。啊，12个是吧？哎。几年属什么的？81年属猴的。第3个名字还可以。看看啊，我还看一下，还有第8个。第3个叫什么？第3个叫周延君。延是容颜的延，那个左边那半部分。君是平均的君。啊，第8个呢？周恒存，恒是永恒的恒，存是存在的存。想问一下，有哪个可以帮助修心跟弘法的？前面呢事业好，后面的那个呢修心好。修心好呢，就是一生啊，一生比较平淡，但是呢非常的舒服，就是寿命长啦，身体健康啦。前面呢有一点生命有点跌宕起伏。那整个这个名字还算好是吗？周后面那个叫什么纯呢、啊、周恒纯永恒的恒。恒字很好，纯字嘛稍微差一点。前面那个第3个呢？第3个叫周延君，延是容颜的延的左半部分，均是平均的均。容颜的颜就是去掉一个火字啊。去掉旁边那个颜，就颜色的颜，不好意思师傅。哎，颜色的颜，就对不起。就那个颜没有左半边的颜。对不起，太紧张，说错了。就是一个产，生产的产，下面3撇。知道。哎，对不起师傅。周延君，我看他还是选择平淡一点吧。这个名字会对弘法上。现在这个世界，平淡就是福啊。他这个周延君会大起大落的，会做官嘛，可以做到像至少处长啊以上，但是呢，会掉下来的。现在就想好好的弘法修心。那个嘛，弘，那个是恒的话呢，就是一个是恒长，就是非常长久。然后呢，这个一个心是非常恒长，还有一个什么字啊？存在的存。啊，存在的存，你看，他自己永远躲在家里的呀。你看这个存在的从一个孩子躲在家里一样。就他自己会永远可以有靠山呀，人家弄不到他呀。这个就是说这个孩子稳定呀，比较稳定呀。好的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哦，女的最好后面这个恒存的。好吧，永恒的存在，寿命长呀。你命都没了，你做官啊有钱有什么用啊？对不对啊？是，这主要是想利于修心跟弘法，也不想什么别的。那么就那个吧，好吧。哎，好啊，感恩。好。哎，感恩师傅，还是同一个人，想问一下，现在求的这个事情，亮不亮？有没有错过机会？你最近小房子针对这个事还在念，是？几年属什么的？81年属猴子的，女的。还可以啊，他这个人也算有菩萨保佑的。
哦，我看到有护法神在他身边。哦，感恩护法神菩萨。嗯，那他这个求的事情当初有没有错过什么机会？因为现在挺有点，就是大环境不是特别好。有一点的呀，错过一点点机会。嗯，错过机会的时候嘛，就是不精进的时候呀，不努力呀。嗯、可能也因为正好今年就钻到缠到人间的烦恼事情当中。啊、因为今年正好也是369。嗯，是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还可以。因为现在还剩取的小房子，针对这个事情，大概还有100张左右的小房子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念完了可以了，念完可以消了。哦哦，嗯，那他369的关节过了吗？你想想看，你自私不自私啊？对，一个小事情再看一次，一个小事情再看一次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师傅。哦，那你自己一起问掉嘛就好了吗？哦哦，对不起。你这样的话，我可以看三个人。哦哦，那不这个不看了。嗯，那下一个那个55年的马，想跟师傅也说一次，是之前7月份打通电话，师傅之前就那天也说他脑子就是有问题，这个之后果然他真的就是。他为了就是也没跟他说，师傅说了可以物理治疗，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一个人去开了刀，家里也没有人，之后亲人们都不在，把家里唯一一条狗就送给亲戚看养，自己拖了个买菜的小车就去开脊椎大手术了。嗯，就真的跟师傅说的一样，这个脑子真的是嗯。之后还好师傅看过图腾有加持，在医院期间也叫他不停地念大悲咒跟圣号，求观世音菩萨妈妈保佑手术顺利。那虽然手术进行了比预期多了2个小时，但出来之后他一点都不觉得痛。嗯，其他的同样的病人出来都要痛的打杜冷丁，但是他觉得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我讲句话给你听听好吧。哎，嗯。如果这个人是港督的话，你上去抽他个嘴巴，他在冲你笑呢，他不觉得痛的。他是神经麻痹了，我告诉你，神经麻痹的。嗯。跟你说，多2个小时，就是说多2个小时危险的。是是是。医生讲好，估计要开多少小时的，顺利开好，那就叫顺利；多2个小时呢，就叫不顺利，这还不懂啊？嗯。但整个出来还是可以的，最终结果还是好的。虽然说这个，但还是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，感恩师父慈悲。你叫他以后真的要当心了，不要再这么搞了。他还有呢，嗯、他还有2次机会。哦。还有2次手术呢，接下来。哎呀，因为之前他执意要去之前也跟他说，你就说就许个吃全素的愿，就不说不定就不用去了。但是他还是。考虑了一周之后还是自己去了，真的是也是非常我也觉得怎么能为了吃肉能够做这么大的决定。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说你想叫人家改他就能改的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们很多事情只能随缘，谁也不会听你的，你也不会听别人的，这世界谁听谁的。讲老实话，你们这些孩子能够听师父的话都是因为你们上辈子的佛缘呀，你以为师父讲了你们都听的？要是没有这个佛缘的话，你们怎么会跟着师父学佛啊？听得懂了吗？师父大慈大悲，嗯，弟感恩师父，嗯，那师父他这个55年的马，想问一下他图腾颜色，家里有没有灵性？图腾颜色啊？55年属马的女的。55年属马的，55年属马，出生颜色，稍微是浅一点，有一点点颜色，不是完全白的，好吧？好的。还问什么呢？还问什么呢？家里灵性有没有灵性？因为他念了好多小房子，老听到那个卫生间的那个淋浴房有啊，家里还有，窗户上还有呢。好了好了，你一个人问掉15分钟了。
哦哦，对不起，不可以这么自私的。你每一个问题都问下来，你讲起来问一个人，哎。对，对不起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今天到这边，感恩师傅，跟自己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，师傅保重身体，乖一点呢，真的。嗯。不要，人不能活在自私当中的，听得懂吗？好了。嗯、好。给人家打打。哎，好，师傅再见，嗯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好。你好。师傅好，对，我帮您重新问一下，那个，1953年属大龙的男的，问什么事情一起讲。不要不要问一件，停一停。我刚下来了，他又问了，有什么问题一起问。他明年69岁，有没有关节？还有呢？身体情况，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几年属什么？1953年，属龙的。身上有灵性，哦，身体肠胃不好，嗯嗯，而且小肠不好，小肠啊，哦、小肠经常冷，经常痛。他是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啊，那怪不得，看看他这个前列腺有问题了，小便滴滴答答的、哦，还有啊，哦、手臂啊、嗯，有一个左手臂非常酸痛，嗯、一直连到颈椎。哦，还有掉头发、哦、记性越来越差，前讲后忘记。嗯，那他明年69岁有关吗？当然有关的。大概在什么时候啊？他生日什么时候啦？你怎么就省我一点力气了呀？生日前后三个月最危险。嗯，好的。好了、啊、我问一个王人叫陈志忠，2020年3月往生的，家人做梦上过世王人，带着家人坐电梯到第4层，想问一下目前王人在哪里，一共烧了450张经文组合。叫什么名字？叫陈耳东城。陈耳东城，对，三娘子一个台，陈志忠。第二个什么字啊？是三娘子一个台。第三个是中国的中。第三点水一个财啊。哎，财一个财。什么财啊？三点水一个财什么字啊？才艺的才啊。台湾的财。啊，智，哦哟。就是说统治的治嘛就好了。嗯，对。2020年3月往生的。城是中是什么写的？中国的中。他是在阿修罗道，蛮高的。哦，嗯，在蛮高的地方。他这个第4层是阿修罗道的。哦，好的。他还有需要多少经文组合？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把它炒上去。再给他念65章试试看吧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家的佛台，主人是1966年属马的。还有什么问题？有菩萨来过吗？家里有灵性吗？几年呢？1966年属马的。啊，家里佛台倒蛮好的。也不算来过。嗯，哦，你家里还来过，哇，还来过阿弥陀佛呢，哎呦。对，我们家那天三炷香一起打卷。嗯，就那天来的。你们家里过去有人学过净土宗不啦？我以前是学过去修净土的。啊，你看了吧，准吗？对、我告诉你，天上菩萨都是一样的，你学了心灵法门啊，阿弥陀佛照样来帮助你，听得懂了吗？因为观世音菩萨把那个阿弥陀佛都顶在头上的，你看见了吗？对呀、啊，那天家里三座香全部打起来，真的发喜，我看你太好了，你就是。
你就是嘴巴以后再话少一点，好不啦？好的，好的，我多念经少说话。嗯，好了。嗯，还有一个王人呢、啊，杨春林。可以了。杨春林，1988年过世的，已经送了200张经文组合。问问王人叫什么名字、啊？叫杨木字木字杨，春天的春。树林的林。第二个什么字、啊？春天的春。嗯，这一位也在阿修罗呢。这一位在给他念80章，可以到天上了。好、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好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。感恩师傅，感恩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再见了，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哦，你好，好，我现在抓紧时间，我想问一下。1951年属兔的，他的身体，他是男的女的？男的女的？女的，我妈妈，嗯。51年属什么？属兔子，小兔子。哦，你妈妈心脏也不好哎，闷的，胸闷，颈椎也不好，掉头发，记性很不好，嗯。哦。你妈妈很着急。有烦恼啊，有烦躁症啊，听得懂吗？嗯、很烦的，脾气很不好，经常喜欢发脾气的，肠胃里边不好，肠胃里边我看咯咯嘚嘚的，嗯。哦，那要怎么办？怎么处理？有可能长东西啊，肠胃里。是吗？那他要怎么做？他也一直在练小房子。叫他念经呀！叫他念经呀！有啊有啊，但是他念180章，要念180章，给自己的要经者是吗？对，180章，他还有一个打胎的孩子没超度走啊，是吗？要几张？我看看啊，在180章里边了，只要32章就好了，是一个小男孩，是吗？感谢您，感谢您，还有。我可以继续。你妈妈妇科不好，妇科很不好。哦，是吗？嗯。还有腰啊，腰也很不好，听不懂啊？嗯，听懂听懂。你去问他呀，掉头发掉得很厉害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一定、好的。我想问一下，就一个那个2008年6月份的女孩子，属鼠的。想问什么？问他的身体有没有灵性？肠胃不好，有很多、有很多闪灵，他的肠胃很不好。肠胃。而且这个，对呀、这个小女孩人挺好的，但是经常会上当，感情也好，钱也好，经常会被人家上当的，骗。不懂啊？那他。对，我懂。现在他是身体上就是海马体有会有抽筋，就是不时的抽筋。现在从对啊，好像那怎么办？他现在神经系统出毛病了呀。对，海马体。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啊！你现在叫他，你现在第一叫他要保暖，第二要吃活血的，活血化瘀的，要吃丹参片。小孩子11岁还可以啊，丹参片好的。还有几张小房子，你要、还有你要叫他小房子要念，有的念了要念500张。行，可以，一定。他跟他上辈子有关系的，他上辈子是有业障，到这辈子到人家来吃苦的，所以这孩子一直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总是忍气吞声的，他就是还尽量让人家开心，自己嘛不开心也没关系，尽量让人家开心。实际上就是还债来的，听得懂吗？是，所以我们蛮操心他的，然后我帮他练，长得倒蛮好看，双眼皮，眼睛也蛮大的。感恩你。我可能跟他也有一些冤结吧，对，感恩。是啊，知道吗就好了，好好改呀、师父帮你们看出来你们的因果了，那么自己改毛病不就好了吗？明白吗？感恩。明白，我可以问最后问一个我爸爸吗？我有问过他，但是
他是2019年往生的，不能。只能问一个问题的啊，就告诉我名字，我可以看到他在哪里。好的，郑金星，郑成功的郑，金色的金，星星的星。2019年6月突然往生的，我都没办法看到他最后一面。郑金星，郑成功的郑，男的。郑什么？郑金星，郑成功的郑，金色的金，星星的星，天上金星的金星。什么时候走的？2019年6月，那个好像是心肌梗，然后本来是隔天我就要带他回来。看到了，嗯，对，看到了。嗯，他在阿修罗，他有机会到天上。嗯，他讲好几要几张，要几张。他人挺好的，他在他什么都会做，在家里什么都做，嗯，很努力的一个男人，个子不是太高，瘦的，对，头发往后梳的，嗯，对对，没错，他有青光眼，对，嗯，要几家小房子能够抄到线上，我妈妈帮他物念了好多，念到他自己现在也不开心，再给他念。65张吧。行，感恩您，非常感恩。我都没想到能够打电话。好吧。好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，感恩，感恩你太早，感恩关心，感恩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谢谢，谢谢，你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师傅好，师傅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嗯。师傅，请帮同修看两个图腾，一个是82年属狗的女的。他最近刚刚查出来心律不齐，早搏房颤，然后医生建议做消融手术，想请问师傅需要做手术？男的女的？82年女的，女的属狗。八几年啊？82年。82年属什么？属狗。哦，不好哎。嗯，身上黑气很重，业障很重。 是心脏部位吗？嗯，对。哦，而且呢血脉不和，而且他还有血压高，他血压还有高。哇，颈椎不好。颈椎不好。颈椎不好。腰不好。哇，这么多问题。那他需要做手术吗？医生建议做消融手术。现在暂时可以再缓一缓吧。吃点中药，缓缓，吃点中药，吃点西药，中药西药都可以吃，叫他调节一下吧。调理一下。我觉得还没到，还没完全到动手术的时候呢。嗯。哦，那他这个是前世带来的还是灵性的病啊？因为他妈妈也有这个病。今世也有这个病，今世，前世是前世，他的业障，家里有杀业呀。今世他的脾气比较急呀。哦，脾气比较着急。哦，所以他这个病会延续的呀，而且他过去造过口业。哦，开心骂人。哦，好好好，造口业。那我转告他。嗯，转告他让他忏悔。好了。然后哦，好的好的，那他需要多少小房子还有放生礼佛？168张。168。啊，600条鱼。600条鱼。那他要针对这个念礼佛需要大概多少？念礼佛要念108遍。108遍，针对心脏的问题。对，你让他好好改毛病啊。他脾气很不好。脾气不好。着急。着急。着急。嗯。哦，因为我们是那个同修在观音堂，没有感觉到他有这个问题。你去问问就知道了呀。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我问他，然后他说他上你是他家里人啊？你不是他家里人。是同修。他跑到观音堂再天天来发脾气啊，他脑子坏掉了。好了，我看你废话蛮多的。对，少说两句不可以啊。对不起师傅，对不起对不起。然后师傅是168张小房子。然后他上个星期做了一个梦，然后梦中有药精者抱住他。然后他许愿了98张小房子，那这98张是算在里边是吧？
算在168章里面。算在里面。好的。嗯。好的，好的，师傅。那他的弟子证号是442，请师傅看一下，莲花还在吗？442。男的。女的，属狗。嗯，莲花还在。啊，那应该没问题哈。哈巴狗，在天上那个狗，图腾是哈巴狗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没用的，就是吵起来好像很凶，到了最后怎么摇摇尾巴就跑人的，没有用的。你看跟人家吵起来，开始都凶得不得了，好像老占上风一样。过一会儿被人家骂两句、讲两句就跑掉了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转告他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好的，师傅还有一个是1964年属龙的女的，今年她是逢369，然后她自己本人感觉很害怕，就想问关节大概在什么时候？1964年属龙女的。有啊，她有节啊。过了吗？还没有啊。她生日是在11月。是啊，就是11月。哦，就在11月。下个月到11月都要当心的。她是在过生日之前这个有节，不是过生日之后。好，你叫她赶紧。赶紧许愿说我做100件好事呀，然后做一件好事就记下来，记下来天上会知道的。你比方说搀人家老人一下，给人家老人买个东西，或者怎么样怎么样，在观音堂自己做了点心带去给大家吃，或者怎么样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啊。就是所有的好事，要100件好事要许愿。好吧，好的。嗯，好的，那他小房子需要多少？小房子刚刚讲过没有啊？没有。嗯，小房子给他先念75章。75章。好了好了，给人家问问了。好了，结束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，师傅，师傅同修的业障同修背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。再见再见。感恩师傅，再见。嗯，好，最后一个。因为人家打进来都是救命的电话，所以你们能够一些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就不要问啊，特别重要的要问的，动手术啊，人家都是要命的。上次有一个人动手术，师父叫他特别当心，早上多念经，结果他听师父的话就很顺利，结果弄到下午他跟人家换了，那下午那个医生就是换了个医生了，那个医生就是像实习医生一样，没有办法。也希望大家真的要相互体谅，有时候你打进电话来不容易，你就尽量能够问那些重要的，问完了快点挂，让人家打进来。喂，你好，快点，最后一个。哎，好好，那个师傅问一个那个14913那个弟子证。14913女的，2015年6月在香港拜师。14913还在啊，在天上。哦，太好了。那个然后那个63年兔女的，她有结吗？63年的兔小结，已经大结化成小结了。哦，因为他许愿了是吧，他许了小房子和放生。嗯，看见了吧，就跟你讲了，你不许愿能化成小劫啊。哎，太好了太好了。那个然后能再问一下那个92年的男猴子，然后那个师傅之前说这位男同修前世开翻火车，有100多位妖精者，每位念7张小房子，现在念完了，请问妖精者都走了吗？身上还有灵性吗？几年属什么的？92年男的猴子。92年啊，妖精者还有几个？7个。哦，哦，好，那7个已经走掉很多了，100个走掉，等等啊，7个、9个还9个，边那边还有2个，一共9个。那还是一位7张对吗？对，赶快念吧。知道了。然后那个他说那个同学，他的你要记住啊，他的右肺啊不好。心脏最近很不好，胸闷呐，心脏有房颤的，
听不懂啊？哦，明白了。嗯，那让他去问他呀。啊，要，就是这个九个着急啊，没超度走啊。行，知道。那个他还有关节吗？那个他阳寿不知道还有没有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92年猴子，男的。阳寿当然有啊，就是被他折掉很多了呀。他有杀业呀、啊。那他业障比例吃了太多活的东西。明白了，那他业障比例是不是特别高？是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男的好色，你听得懂吧？哦，明白。好吧，你自己跟他讲吧，叫他要改掉这个毛病的，否则他会死掉的，他会死得早的，他的阳寿的确折掉很多。嗯，知道了。嗯，好吧。嗯，行，好了。嗯，还有什么问题、啊？嗯，再问一个，那个过世的叫季林台，季节的季，然后双木林台子的台，就是窗台那个台，男的，2005年过世的。念了几张小房子了？这个人，他过世比较时间比较长了，然后那个同学不知道他是不是投胎了，然后不太敢给他念。可能送的不多。这个人可怜，他是被人家、就是被人家应该是有点冤枉的带走的，你听得懂吗？他死的时候有点冤枉的。嗯，明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嗯，应该现在在天上啊，他在天上啊，他修得很好的、这个人品挺好的、人品挺好的。哦，那太好了。嗯。好，那还给他念小房子吗？还有，我觉得再给他念65章吧。好，知道了。好吧。谢谢师傅。嗯，好，没问题了。好吧。然后请您加持89年属蛇的女的考试顺利。谢谢师傅。他们就让他们自己背。感恩。19几几年的？19几几年的？89年蛇女的，请加持她考试顺利，她年底考试。谢谢师傅。嗯，你跟他讲啊，叫他。那买把木梳啊，多梳梳他的右边的脑袋啊。哦，好。他右边的脑袋血管有一点点堵啊。哦，好好好。所以经常有两种情况，一个是手臂发麻。还有一个就是经常焦虑，焦虑的不得了。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是的，是的。什么都着急，你要叫他梳头，活血。好了，再见了。谢谢师傅，他们也让他们自己背。当然，师傅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嗯，好，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